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克拉福特，昨甲蔡总统视讯通话，伊甲蔡总统讲，伊一直甲向定台湾的乌心的保安啊，扎伫咧身躯边，但是有影无？乡亲也是真的哦，咱住伫纽约的办事处，伫社区媒体来打一张的相片，就是克拉福特扎着台湾乌心的保安啊，行入去联合国的总部。台湾驻纽约办事处抛出克拉福特本人的相片，伊行入去联合国总部的皮包啊，内底有一只台湾乌熊的布偶啊，和之前克拉福特伫 Twitter 出现的乌熊，敢是同一只？虽然暂时无要来台湾访问，不过克拉福特嘛专工为台湾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录影片。Stay firm, say the words of democracy even in the wake of this moment, because one day you too.Will be standing here. 十四号一天，克拉福特总统蔡英文视讯通话，伊表示虽然伊要卸任，不过美国会和台湾徛做伙。蔡总统嘛感谢美方和台湾坚定的支持。Taiwan is a force for good and vital partner to the world. We will keep pushing for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. 蔡总统特别讲到，希望台湾会使加入联合国，那列立委拢表示支持。重新回到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啊，是我们全台湾所有人的共同的心愿。国际上面的现实大家很清楚，中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然后公开的、台面下的，然后一直在打压我们。台湾在外交一直。拄到中国的打压，即摆伫美国的小厅，就看敢会当顺利加入联合国。